界和人类的斗争一直存在，此消彼长，魔族以各种假体出现在世界上，瘟疫、战争或迷乱人类的心智。每到此时，一群身负异禀的人类战士便会挺身而出，他们被称为超能力者。厉害了吧？后来经历了数万年，人间有了邪恶，魔族也动起了邪念，想要独占水晶石来统领这个世界，于是和超能力者开始了一段时间非常长的战争。任何的事情千万不能出来，知道没有？魔族杀害了很多人类和超能者，整个世界魔族当道，杀戮肆意和生命。文斌，文斌，魔族，我跟你们拼了！谢谢。今年最流行的橙色怎么样？美吗？哇，不错哎，衣服都一样啊。哎呀，别人的事情你少管呢、啊。可是差距太大了，太性干不好活，我扣你工钱。别别别别别别！你看看我这边，再看这边，怎么样？你觉得更美了？对呀、尤其新国立女王医院，不用动手术就能变美了。姐，看，他俩服装一样，怎么差距这么大呀？姐，
总感觉这几天风向不太对，感觉恐怕人类有什么大事发生。哎，关我们什么事儿？哎呦，是不关我们这些老家伙什么事儿。可是人类有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守护咱那些超能力者呀。姐，你俩外孙女儿？不会的，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他们的真实身份。就算人类有什么大事发生，也轮不到他们插手。再说了，黑暗势力一定不会找上他们。对，他刚才说他丢了什么？姐姐的吊坠啊。你看看这个抓痕，再看看这个，难道他太太也遇害了？是魔族，魔族，外婆，我的两个小宝贝儿，外婆不在家的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很乖呀？您能不能不把我们当小孩养？我这好着呢。就是，叔叔，您在国外有没有艳遇啊？别打岔，我不在家的这几天，家里没出什么乱子吧？哎呀，能有什么事儿啊？报告外婆，加上昨晚解决的纵火案，这个月我们已经抓获了七起重大案件的嫌疑犯。七个？那一共赚了多少呀？外婆，您怎么就知道钱呀？我跟姐姐开的这家侦探社是为了正义，为了惩恶扬善，这种人生意义怎可用金钱就能衡量的？对呀，我们是正义的使者，没有回报的人生意义只会让你们两个喝西北风。看看外婆。外婆，这七个罪犯里有三个是魔族。我不管你们两个要做什么，但有一点你们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许再接任何有关魔族的案子。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接？不许问，不许好奇。外婆，外婆，姐姐。外婆为什么不让我们接？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让你落在别人的身上。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死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女性啊。废话，而且都是一些相貌不错的女性。为什么专挑美女呢？难道是变态色魔？这样，你去查查这些死者他们生前去过哪些地方。死者生前大部分都去过同一家医疗美容院。美容院？辛伯利。对。哎呀，不管了，姐，我早就想去了，反正我不怕。哎呦，你不怕我就更不怕了。那好，这样，你去做鼻子，我去做眼睛。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知道你等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呀。啊啊，咋了？变态色魔就雷了，雷了，雷了！来来了，等的就是你这头色魔。调查的不是来看美女的，放进寝室。有两下子。你是谁？我想问你是谁。哎呦，吵死了！你们干嘛呢？子墨，你在这干嘛？看谁呀、啊？只知道他在偷偷摸摸的看你，是你的小粉丝吗？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会使用法术？啊？你也花了吧？谁会法术啊？姐姐，快快来救我！杀了那些女人，美容院有问题。姐姐，你是发现了什么？我在里面发现有人使用法术，我怀疑是魔族的人。可既然要杀掉这些女人，又何必费劲用法术先帮她们变美呢？我好像知道我太太在哪儿了。那你去找她呀。来我们这儿干嘛？他好像在一家美容院。难道又是辛伯利？对，就是辛伯利。我怀疑他和辛伯利的迟钝有染。更重要的是，我太太美静在临走的时候带走了那条水晶吊坠。这东西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毕竟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找到他。钱不是问题，只要你们能帮我找到他，多少钱都没问题。所以还是师傅招领喽。秦先生，我怎么听着你好像关心那条吊坠比关心你太太还多？毕竟这条吊坠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对于我来讲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那很抱歉了，我也没法帮到你。我们开侦探社的从来不接不讲实话的生意。好，我说实话，是美容院的迟钝，他骗走了我太太，还抢走了那条水晶吊坠。那你去报警啊。可是警察根本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因为迟钝想利用那条水晶吊坠释放出更多的魔族。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们今天不是和魔族还打了一场吗？
那些魔族的人都是他利用水晶胶阵所释放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我凭什么相信你？有一个人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我可以带你们去。老师在吗？他请的客人到了。两位，我们请。姐姐，这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注意警戒。老师，您要找的人我把您请过来了。两位，请。你是谁？在孤儿院这些日子里，你们受苦了。你究竟是谁？怎么知道我们想说的事？当年为了保护你们，是我送你们进孤儿院的。那我们的父亲呢？他在哪？这就是你的父母。妈妈。是的，你妈妈曾经是最强的超能力者之一。他是所有超能力者的领导者。负责带领这些拥有超能力的人，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守护世界的和平。他封印了很多魔族，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你们的父亲。他是一个普通人，然而跟普通人结婚是超能力者千古流传的禁忌。你们的外婆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不可能，我外婆怎么可能会？让他说完。你们的母亲在生了你以后，发现自己的超能力逐渐的减少，等生了妹妹以后，她的超能力已经完全丧失。魔族趁机追杀你们的母亲。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千万不能出来，知道没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姐姐，听到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啊！她一个人引开魔族，最后寡不敌众。为了保护你们不被发现，用尽了最后仅存的一点超能力，并且为了防止世界大乱，你们的母亲启动了封印，把魔族和大多数超能力者的能力封存。为了不让魔族斩草除根，为了保护你们，我就派人把你们送进了孤儿院。所以你也是超能力者？我我只是个普通人，是你们父亲最好的朋友。那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们？因为你们现在最危险。我们？是的，这些年恶势力一直在寻找你们，为了重建魔族势力，他们说要铲除的障碍就是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除恶者慕容家族的继承人，特别是你，慕容雪，你是下一代超能力者的接班人，所以你们必须赶在魔族之前找到水晶石，那可是你们母亲留下的封印。
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水晶石的。无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那条水晶吊坠现在都是引起各种危机的祸端。那个池卫他……你先不管那个池卫到底是不是魔族，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容院附近的那些魔族就是他利用水晶召唤出来成为替他杀人的工具。那就算不是魔族也绝非是好人。姐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赶在魔族之前找到水晶。外婆，你怎么回来了？我昨天晚上找了你们两个一个晚上，女孩子家竟然敢夜不归宿。找了我们一个晚上，可我们没看到你啊。必须马上停止这些对于魔族的调查。为什么？为了你们的安全。这些对我们很重要的，外婆，如果你们不听就别叫我外婆。外婆当年也是这样对我母亲说的吗？当年如果不是你们的父亲带走了他，他就不会失去超能力，他也不会死。如果不是你毁坏他们的婚姻，如果不是你把母亲赶出家门，他们今天真的不会死。都长大了，外婆，谋划了这么多年，你们终于陷进去了。好看死了！现在情况有点不妙啊。水晶石放在我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你先帮我保管着。也行。小心。小怪物，交给我了。
跑了。跑了？嗯。难道被我们气势给吓跑了？哎，迟钝呢？哦，迟钝。你先坐着，我去看看。哎呦，是他，就是他，是他。三位怎么说呀？是理发呀？还是按摩呀？这位小姐姐怎么说呀？你瞎呀？我他妈是公的。公的你穿这么骚啊？少他妈废话，你就是如初到首领，守护者在哪儿？直接叫出来。水晶石，就凭你？哎呀，好看吗？下次剪头发还要找我呀。迟钝，迟钝在里面，你给我等着。看来他们还是找到我们了。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是在美容院。美容院，我们去那看看吧。走，上楼。好。两位小姐姐找谁呀？把水晶石交出来。你说给就给啊？那我做人多没有腔调。看来你一点也不迟钝啊。山炮，你还不来帮忙？两个女人你都打不过啊？你看人家长得好看，你跪着让一点吧。住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新国立美容院利用水晶召唤魔族杀人，甚至企图释放已经被封印的魔族。不，你们都误会了。来，我们坐下聊。对了。坐下嘛，火气别这么大，吃点水果。哎呀，什么眼神呢？我都好看成这样了，我会杀人吗？既然你是守护者，为什么水晶不在你那里，而在迟钝那里？
我早就觉察到，最近有很多暗黑力量出现，尤其是那些接二连三的杀人案。当我看见那些伤口，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找我，他们在找封印水晶。可你是守卫者呀，为什么会怕魔族？自从我嫁给凡人，我就知道我的能力必定会下降，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找到我之前，也为了不拖累我丈夫，我不得不寻求超能力一族中最正义的如初座帮忙。什么？你就是如初座首领？小夏，坐下。你们聊，我先走了。最正义的如初座首领不就是我了？这守护者家族啊，从开始守护封印的那一刻起就隐姓埋名隐居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继承人在哪儿。我也是听传闻说这一次啊是个美女，直到我们家美静找到了我。所以魔族就凭这么一点模糊的信心，就想通过杀光所有的美女来找到守卫者？那这里已经不安全了，美静需要转移。这个你放心，美静可以先住我那里。好吧。今晚就先在这凑合一晚，明天我再收拾一间大点的卧室给你。好。好，休息哦。好。哎，对了，水晶你有带在身上吧？啊，水晶我放在池渡那儿了。那行，你好好休息，晚安。晚安，晚安。美静吗？这里的人呢？对呀，走。子墨哥，迟钝不见了，我找他好几天了。是他们，就是他们。是他们，就是他们绑走了迟钝，我们还在找迟钝呢。确定不是你们抓走的迟钝吗？我想你们误会，我来给你们答案。你们不许走！回来，这事儿我来解决。好，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迟钝。可找到你们了。我刚刚收到消息，知道我太太和迟钝在哪儿。快上车！其实我太太的事情我都知道，她和迟钝……你没事吧？她和迟钝……你说呀，他怎么了？他好像他……哎，姐，不对！哎，快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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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美静，
谁干的，下手这么狠。美静，美静，快救我！老公，咱们做个交易吧，你拿出水晶换秦霄的命。水晶石我已经丢了。美静，快救我！是吗？那我只好要了你亲爱的老公的命了。不，不能伤害他们。那你把东西交出来。美静，水晶石不能给他们，这是圈套。给我打，打到他交出来为止。美静，把东西给他。啊，好，我答应你。但是你答应我，不能伤害他们。哼哼，如果今天你不交出来，他们两个都得死。我知道你们是魔族，我们能力者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等着。善，善，秦霄在哪？马大夫，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调情？他是谁啊？连两个宝贝孙女绑架了我的兄弟。说什么？不可能吧？他妈的，绑架我兄弟以后也不见了。跟我走吧。姐姐怎么还有妹妹呢？你有没有搞错？我还比她小好几岁呢。我的药是专门为你们制作的。卑鄙！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当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都没能打动你的母亲。她竟然偏偏喜欢上一个什么都不如我、出身卑贱的男人。这个杀人凶手，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20年了，我也老了，疾病缠身，但是我还不想死。我清楚，借助封印水晶的力量和吸取足够的超能力者的能量，可以得到永生。就利用我们替你找水晶石。你做梦！水晶石不在我们手上，就算你夺走我们姐妹俩的超能力，你也不可能重获青春。原本是想利用，现在不必。水晶石很快就会到我手。
想害我外孙女。知道我们魔族的厉害了吧？连我们魔族，你们能撑得了事儿吗？外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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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你们放心，我不会叫他这么快死。等我吸干了他的魂魄。和你们姐妹俩的超能力，叫你们死得愉快。休息。把他们带走。把他们绑起来带走。琪琪，现在怎么办？别着急。见机行事。这次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感谢子墨了。谢谢子墨。谢谢啦。小意思了。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如果我不把你们藏起来，你们恐怕连长大成人的机会都没有。我跟你们拼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带着你们东躲西藏。最初把你们藏到了孤儿院，和那些普通的孩子藏到了一起。为了避免你们被魔族发现，封印水晶我交给了守护者家族保管。外婆，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我之所以不愿意告诉你们真相，就是不想你们再次卷入魔族和超能力者之间的战争。没想到你们还是……外婆，既然我们身上有这种使命，我们更不应该躲避。说而不做，我没有想到魔族的势力会壮大得这么快，再加上每隔500年，黑暗大魔王就会轮回苏醒。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带领所有的魔族卷土重来。首先他要屠杀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类的守护者。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整个人类都将面临最大的灾难。那我们更不能等了，应该主动出击。没错，现在还有我呢。对啊，外婆，我们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奋战了。现在不能再耽搁了，如今最要紧的就是找到封印水晶。我怀疑迟钝被绑架也跟水晶有关。走。最近有什么人来过这里？好像美静来过。美静？嗯，对。是美静。我们还是要尽快找到美静。咱们分头找。嗯。找什么找呀？怎么了？发现我还蛮聪明的。你又干什么好事儿了？姐姐，你看，这个是美晶的最新定位。哇，你怎么做到的？
好，羞羞。美静，干嘛要跟着我？你带着水晶石要去哪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危险？如果我不带水晶石去跟他们交换，迟钝今天就会死。到底怎么回事啊？美静，如果对方是魔族，你知不知道你把水晶石交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美静，你听我说，你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如果你足够相信我，把水晶石交给我，我们另外再想其他的办法，就迟了。美静，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迟钝的。相信我们，相信我。美静，好吧。水晶石是假的，美静人呢？糟了，他要拿水晶石换回迟钝。走，咱们再回去再商量商量。迟钝，美静，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放心吧，水晶石我已经带了。先把他们放了。水晶石不能给他们。住手！不过我又怎么知道你带来的水晶石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邪笑。你没事吧？你受伤了。熟悉的人生沸腾的水一种人还未沾完酒意。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有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是吗？你知道我有多爱你，你居然为了那个水晶石这样对我。难道当初你救我，你说你一生只爱我一个人，这些都是假的吗？我该说你是单纯的，现在情况有点不妙。水晶石放在我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你先帮我保管。太多人都在等你去坦然，何必再相恋。下次做事专业一点。因为我要解除封印，我要是不这么做，你又怎么可能相信我？你把他们弄死，他们一起解决了。美静说过，当时美容院附近的魔族都是被封印水晶的能量吸引过来的，
这能说明什么？即使美静已经交出水晶，你们觉得他们拿到水晶之后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打开封印。对，就是这一刻，封印打开时能量异常放大，到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它的位置了。我马上打开能量追踪器。是这儿吗，姐？对，就是这儿。这么远，来得及吗？来得及。是魔，你还信他？水晶是落在他的手里，人类要遭殃的。魔，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魔。交给他真正的主人了。总结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小心，他已经被魔族的力量侵蚀了。Thank you.
心。水晶还是放在你们那儿吧，你们可得好好保管，我不是每一次都能修好的。哼，有你在世上就是个灾难。不可以，等查清楚情况再说吧。他曾经也是守护者家族的一员，保护着水晶的安全，就放他一马吧。我先带他回去。秦霄这个废物，聚集所有解除封印的魔族，这绝不是结束，好戏才刚刚开始。水晶又被封印了，可您自己不也说过的吗？大魔王轮回的转世的那一刻，封印会再次被打开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要带你们走嘛。你也知道大魔王马上就要苏醒了，到那个时候，水晶封印被打开，魔族复活，你们两个的小命还要不要啊？外婆，你必须跟我走。不可以。你担心我们，可是我们是慕容家族的继承人，我们的使命是迎战而不是躲避。是啊是啊外婆，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有慈墨跟迟钝，总比我们四处流浪孤军奋战的好呀。我们的口号，还有还有，我们的口号是迎战迎战，绝不躲避。最善良的外婆，是我们最有智慧的外婆，是我们最深明大义的外婆。我最爱外婆，我爱外婆，我最爱，我爱外婆多一点，我最爱，我爱。要不然，咱们谁跑得快谁最爱？你怎么先跑了？你真的这样的你？外婆，我最爱你。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不要闹了。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嗯，外婆你说。以后就是我们慕容家族的继承人了。守护全人类的重担交给你了。
界，残酷是一遍一遍，真实不断被溶解。我不要做那一刻就那么被欺骗，刹那就失去一切。我要寻找最真的诺言，真爱不变，永恒不变，直到他腐朽的那一天。诺言不变，永垂不变，我们也能化成双蝶，来世与每次爱的记忆，爱的触觉里面，即使在与你身前，也许这才算是真。在与你相见，也许这才算是真。